一，把立柱固定作用固定螺丝固定在桌子上。二，把立柱安装在立柱固定座上。三，装上线位块，用固定螺丝固定好，防止上下滑动。四，装上折叠摇臂座。五，装上折叠摇臂。六，安装勒三变胶托架，拧紧螺钉。七，将金卡斯37050镜体安装于 A3 托架上。八，在镜体摄像孔安装 CTV 接头和摄像头。九，在立柱顶部安装8寸显示屏。十，安装环形灯，使用1/3电源分流线，同时连接环形灯、摄像头和显示屏。十一，安装 HDMI 高清线。十二，最后调整目镜目视和摄像头显示屏的清晰度。